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，我是天竺鼠姐姐，欢迎大家来到 Hello Combo 冲锋战士玩具开箱，耶！今天也要介绍三位非常厉害的冲锋战士哦，而且今天介绍的都是二合一的哦，二合一，没错没错，在我旁边这个呢，二合一的机器人叫做超悍将培恩，那么在我这边，他也是二合一的冲锋战士，他叫做进化达尔。好，那我们还要介绍第三只呢，我这边是二合一，我这边也是二合一，加起来就是四合一，它的名字叫做重装悍将培恩，期不期待？好期待，赶快开箱，一起来。没错，大家看到呢，这位他是悍将培恩，就是他，对，他是一台学校的巴士，他可以载很多的学生哦，哦，好棒哦！接下来这一位呢，他叫做刀锋华裔，哦，想必他一定是警察车，没错没错。那他们两个呢，就是可以组合起来变成超悍将培恩。现在呢，先来组大的好了，好，好，学校巴士的部分，先把它车底转过来。有没有看到超悍将培恩在里面休息？我们要叫醒他。好，好，先把这个打开来。哦，这边一样，把它拆开来。然后呢，后面这边一样，车头跟车尾都把它拨开。对，整个都打开来。哦，很好。那他先站起来之后呢？你知道这打开之后，你就看到他的头的部分了。我们现在来做的是他的手的部分。这原本是校车的门，打开来就变成他的手跟武器。有没有看到？蹦蹦蹦蹦蹦。来，左手臂刚刚一样，车窗往前面拉，往前面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武器就会出现。哦，在这里，它就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是脚的部分翻下来，一样是车窗的部分，这样子折下来，把脚掌压下去。没错，这里一样折进去，再来脚底翻下来。耶、yeah, ，就可以站稳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呢这个机器人的部分大致上就已经完成了。哦，有。但是它是二合一的。还有一个冲锋战士要来了。对，另外一个冲锋战士叫做刀锋华裔。哦，我们帅气的警察冲锋战士。好，来车底这边搬开来。嗯，脚出现了。脚先站稳。嗯。接下来后面这个地方，比较特别，车头灯这里可以拆下来的。哦。我们直接把它这个车门的地方往两边搬。前面的前窗玻璃要转一下，接下来把车子前面的引擎盖打开。嗯，它的头出现了。没错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呢，车子的部分呢，引擎盖保留，然后呢，前门保留。嗯，这个呢，挡风玻璃保留。嗯，后面的部分也是一样哦，只需要变成长长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中间有个正方形的这个扣上去，悍将培恩的头的上方。哦，它上面呢有这个扣的地方。对准它，可以对准。好像在帮他戴围巾啊，他前面就多了一个像盔甲的东西，帅哦！让他在出任务的时候不会受伤，真的。那警示灯呢？厉害的机器人放哪里？他的头饰呢？上面是需要有点装饰的哦，象征荣誉的帽子。武器的部分呢，左手右手都可以哦。嗯，左边右边都可以。好，那今天让他再拿在右手好了。好哇。没错，他就是超悍将培恩。熊达尔跟救援力服来了，好，所以他这是救援力服，对，他就是救护车。哦，那他呢？他就是猛熊达尔，他是一台消防车。上面这个呢，要先拆下来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来看看我们的底部喽。好，转过来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的冲锋战士对，在里面。好，把他脚给打开来，两旁的部分把它折下来。嗯，卡上去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卡损点，对不对？卡上去哦，这个要往旁边搬哦。哦，轮胎的地方。对，要把它搬进来，压下去，这样就很帅气啦。你看，光脚就很帅了耶。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是身体跟头的部分，还有手的部分。嗯，手的部分这样子搬开来，好，头它就会出现。哇，弹出来，没错。这个手臂的部分比较困难一点点，大家看到车门的这个地方呢，要把它给搬开来，之后手就会出现。好，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哦。先拉开，对，要把它翻开来。完了之后呢，手臂才会出现，而且手臂呢翻开来之后还要把它拉直。嗯，然后这样扣起来。嗯，好。有哎，他的手左手臂小手头都有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猛熊达尔，没错，他已经完成了。完成了。
很好，再来。那救援力服也交给你了。好，这个是救援力服的车顶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把它转过来，打开它。它是一把弓箭。真的耶！咻咻咻咻咻，中间红色的地方就是箭，往外射出去。就像这样。好，还有一个武器在这边。对，这个呢是刚刚我们的萌熊达尔上面拆下来的。对。好像云梯车一样，对，好，最后呢放上去，所以我们的进化达尔也完成，耶！超幻酱培恩准备好了，进化达尔也准备好了，准备合体。好，现在呢要把我手上这个超幻酱培恩，还有我们的进化达尔合体，变成四合一。对，好，第一个步骤，把他们手上的武器都先。卸下来，好，卸下武器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拆解的部分呢，我们先来组合它的脚中间的部分。好啊，这里。那我也先把警示灯拆掉了。好好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待会大家就知道咯。完了，好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这边有两个按钮，有没有看到？把它按下去。按下去。拿起来。哦，手就拔起来了。这个要变成最后的脚的部分，我们先来组合这个好了。好。来，这个比较困难一点点。需要把它变回原本我们消防车的车头的两边。哦。它还是椭圆形的。椭圆形。对对对。把它这样转，然后这个刚刚的这个车子门的部分，把它拉开来。拉开。然后呢，转回去这个门的部分，这里，然后手的部分记得要先收起来哦，然后把它转回去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变成一台好像小小的车子一样。对，小车子，扣回去。耶，它的一只脚完成了，就像这样子。还有另一边交给你喽。一样，车子的门这里拉开来之后呢，然后把它扣回去，这边这样子完成。两边车子合起来。就会变成一台消防车了哦。好，这先放旁边。好，脚的部分待会使用，没问题。好，接下来换这个。哦，我们这个呢，要把它先折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的部分呢，把这个先倒回去呢。好，后面这边换成直的。刚刚呢，我们的进化达尔最后扣上去的救援力服这里。然后呢，头的部分把它往下按。哦。让它投进去休息。好。接下来。很厉害的地方要来喽！来了。我们的超悍将培恩呢，他的脚要先收回来，收回来之后呢，他要劈腿了，劈一字马。很好，就是这样子，他整个变成一个一字形，真的耶！然后接下来把它放上去，准备合体了。这边呢，把它变成直的，哦，变成一个像 U， 对 U 字一样 U 字形，然后扣上去。那它现在就是稳稳的，怎么样拉都不会掉。最后呢，它记得把它的翅膀先打开。翅膀，有没有看到这样分量才对？哦。还有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的手臂，要把它往里面折。哦，有武器出现了。对，就像这样子，怎么样？这个部分呢，要把它给拉开来。哦，变成一个 L 型。好，这样子完了之后呢，让它九头身。很好，来。脚的部分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个底部的部分呢，有卡榫，跟这个地方长得很像，是红色跟黑色。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它上面这个卡榫点是比较远的，所以要把它拉开来。哦，让它们分开。对对对，拉开来之后呢，要把它扣上去。好，来，很好。听到咔一声就完成了。这里也扣上去。好，大家看到呢，这个重装悍将培恩呢，他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咯。那还差武器还没有上去。好诶，有盾牌的这个。对，好好好，来，让他放在他的右手好了。好啊，再来。如此，那就云梯车。云梯车哦，它呢更特别，它在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一样在同一只手。对，在这边放上去，很好，也可以伸长哦，你看。可以伸缩的。对，再来。很有弹性。再来是我们的弓箭，武器要放哪里呢？这个呢，一样在我们的左手边。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黑色的、黄色的这里？就找他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呢的重装悍将培恩，他是一个四合一的冲锋战士，没错。所以呢，他还需要一个很帅气的头盔，在这里，没错。好，把它给放上去。耶！咻！嘣啊！重装悍将培恩完成。耶！
没错，它是由两个二合一的机器人完成的，是由我这边的超悍将培恩，还有我们的进化达尔。我们的超悍将培恩呢，它有保护的功能。那进化达尔呢，它是负责救援的功能哦。那他们两个组合在一起，就变成四合一，非常厉害的重装悍将培恩。那如果喜欢我们开箱文影片的人，记得订阅我们 EOTV 的 YouTube 频道哦。也可以按赞分享。那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内容的话，也要记得每周六上午9点在 EOTV 独家播出的 Hello Combo 重逢战士，转动手表 Transform Go。